听雪，为师飞升灵界之期已到，请萧派便交予你了。师尊，明月阁此刻由他们教主真传弟子三面，带着魔众已将我派团团围住，就待师尊飞升，便会全力来攻。弟子恐力不从心，还请师尊指点。莫要担心，为师与你三个锦囊，按照里面所言行事，你们稳赢。 谢师尊。恭贺掌教飞升上界。 这老小子终于飞升了！师傅，看什么看？要过火了呀！糟了，我的药！清霄派广场捷径，收！要打出气势来！这可是教主给我的天下扬名、为我叫立威的机会。 掌门飞升了，撂下咱们不管了吧？这三面可是众魔门弟子背地天资绝顶，一息化气，一朝筑基，百日结丹的怪物中的怪物啊！就算师姐那种怪物爷也斗不过啊！我们还有传功执法等长老啊，他们不敢得罪明月阁主，早就带着所有家当跑路了。拜拜了，小的们。 要不咱们也跑吧，就咱们这点水平，跑得走吧。不如投降算了，活着入魔门也比死了强。我有一身姿色，可以做他的顶炉吧。我这就去投降。三面师兄，我投降，我愿意做你的道侣。 这等货色差点刺瞎本少的眼！清霄派的人都听着，本座此来就为李威，除了你们掌门真传的叶听雪，老子还有点兴趣，其他渣渣一个不留，绝不接受投降。 大师姐，你不能走啊！你得为我们主持大局。取软骨头。为什么要奖励他啊，师姐？众同门听令，师尊早已传我锦囊妙计，能解我派危难，大家放心。我就知道掌门不会弃我们于不顾，快打开看看。啊， 怎么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派已被围得天土一般，众长老也跑路了，这我等了。师尊是让我等拼死一战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破釜沉舟，杀出一条血路，方能绝处逢生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 师尊训示，我等唯有决一死战，方能突破重围，绝处逢生。众弟子，随我冲出结界，杀出一条血路。我等随时抵达你。叫剑道杀招，剑成绝尘。蓝蚕宝甲，明月阁三大至宝。 石户，放心吧，本座不会杀你，只会废去你的四肢，和你斗武。
香啊，恭喜老儿真会挑真传。小的们上，有点意思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，即使穿了这寒蚕宝甲，仍旧让我受了点轻伤。不过你的右肩琵琶骨已被我捏碎，还怎么反抗？师弟不行，根本冲不出去，大家快回结界。这是什么锦囊妙计啊，这是叫我们去送死啊。师尊不可能骗我，我还有两个锦囊。到底用些了什么呀？药炉的林凡，林凡是谁？啊，对了，不就是我派最冷门的长老吗？好像只会一些回复类的话术。不管了，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你们在此等候。啊，师姐。晚辈叶听雪，奉师尊之命，恳请林凡长老助我等解难。爆了，要爆了，快逃啊！你们干什么？别冲过来啊！你们是吧？你们觉得呢？师傅，这下他是真有事了，伤上加伤再加伤啊！我来帮他拔掉吧。不要拔！我提莫谢谢你啊！师傅，他快死了吗？快救救他吧！究竟是拜谁所赐呢？感觉他有点可怜呢。入门回复咒。师姐，你没事了吧？你们两个混蛋！师姐求放过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伤。师傅，他头上的东西还没拿掉呢。那还不快拔掉，不然就长上了。是想玩死我吗？入门回复术加初级失忆术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找我何事啊？晚辈叶听雪，奉师尊之命，恳请长老助我等击退明月阁，解清霄派灭派之难。哦，也不是不行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只要长老肯出手，莫说一个条件，十个提雪都答应。那就把你的一切交给我吧。你说什么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呀。你这是趁人之危，无耻。咱们回去继续炼药吧。姐在哪儿啊？您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我派众弟子死伤殆尽吗？你答应我不就行了？混蛋，不求你了，我还有师尊的第三个锦囊。
论他提什么要求，答应他，对你只有好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有坏处。师父不会骗我的，可是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一切全都交给一个陌生人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只要你能拯救我们，我答应你，快出手吧！哼，愿。师父，你好坏啊！折磨了掌门不说，现在又要折磨他的真传弟子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不过，我想知道长老，你有什么良策？还是你有什么威力惊人的法术？哦，没有。那你想怎么拯救我们啊？当然是靠你们了，死战到底，稳赢。苹果，你个西瓜！我们要是能打赢，他会来找你吗？混蛋，骗子，渣渣！这样，我跟你说。交进去，除了叶听玄，其他的一个不留。怎么回事？啊！你怎么？受死吧！笑话！就算你伤好了又怎么样？就算你是天神剑胎，也斗不过本尊这无垢天魔身啊！学成功力，天魔震山，废你修为，本座会留你一条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怒了？来！叶星，绝脉，断魂！不知过了多久，怎么可能？到底怎么了？不仅毫发无损，怎么感觉身材变得更好了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放心，你一定会知道答案的。我奉诏留你一条狗命。居然敢毁我家宝甲！此眼魔瞳，开眼！原来如此，是有人在背后搞鬼。躲躲藏藏的鼠辈，看本座把你揪出来！糟糕，前辈好像不会战斗类的法术啊。来人，拦住这凡人的婆娘。滚开。不用啊，快住手啊。法力全开，御剑惊雷，御剑最高速，快住手啊！灵掌，灵兰，你快住手啊！别把他弄坏了，我有大用。让你打断我的扁担，让你打坏我的水缸，让你整个城，让你的纸人，饶命啊！饶命！
就这么把三蜜干掉了？师傅，快把他治好，我再揍个五次才能消气。三次就三次，我怕你把他打傻了。肉体可以治，心智有缺我可还没研究透啊。女侠姑奶奶，祖宗别打了！老猫混蛋，原来叫我这么孩子，你还是奶奶的祖宗！哎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担心你啊。你担心我什么？没错，我脑子有病瞎担心，快放我下来啊！别以为会治疗就了不起啊！快去把外面的战斗收尾了，一会儿我还要拿你做点要紧的事。你想干嘛？明月阁，禀教主，急报！三面师兄被青霄派夜听雪所擒，还被吊在山门口前，还被天添了什么？说！跌了明月阁教主关门弟子到此一游的字条。不利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三面师兄被擒，事关重大，弟子只是急着回来向教主汇报情况。情况我也知晓，该上升你做个堂主如何？啊，谢教主。本教主赏罚分明，赏归赏，但是你临阵脱逃，其罪当诛。教主饶命，小的立刻就回。秦霄派底蕴早已被我教暗探摸了个门清，顾虚老儿，你到底留下了什么手段，居然能让三灭都找得到？三灭乃本尊历经数百年方寻得的稀世博士，能助我突破这元婴巅峰更上一层楼，绝不能有失。看来本尊只能屈尊降贵，亲自出手屠了你这青霄满门呢。急叫我过来干嘛？我还在整队派内事务啊。来，快躺下。虽然您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又有护派大功，而且我也答应了您的要求，不过大白天的就不太好吧。不行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你快过来，现在立刻马上。好，我一听雪一心向道，以信字力行，绝对信守承诺。快点开始吧。放心，很快的，一开始会有点不舒服，不过很快你就会感到喜悦的。来得刚好，照我刚才和你说的做就行。守护门派的重任便靠你了，别把它打得太碎了，不然拼起来会很麻烦。这种事为什么你们不出手？哎，打架这种麻烦的事情不适合我，我只想好好的搞研究。人家只会挑水，主要炼丹呀。一切拜托你了，新掌门大人。知道了知道了。青霄小辈，今次你等速死，你们顽童练成鬼奴，如是不得超生。完了，大魔头来了，他可是元婴巅峰的大能啊。四
孙膑在哪里，快把他交出去吧。雪云天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他练的千魂钉里困着多少咱们正当前辈的魂魄，我大伯也在里面，还托梦给我时时刻刻生不如死啊。他长得像三面，化个妆交出去兴许能成。我花容月貌闭月羞花，我才不想死。教主大人，就由我来代替三面做您的关门弟子吧。滚！呸！辣眼睛，不许老儿，你这一走后继无人，看看你的门人还剩下些什么货色。明月阁前辈血云天元婴进大门，居然屈尊降贵欺负我们这些晚辈，传出去您在修真界还有什么脸面？若是传不出去不就行了吗？前辈不管三面死活了，他对你很重要吧？哦，故虚的关门弟子，你在弟子辈中也有些名声，老夫很好奇故虚那老儿留给你什么手段，才伤了我那不争气的徒儿。无他，唯有三个锦囊而已。顾虚呀，顾虚，你这老东西压了老夫几百年，怎么还让老夫吃了一亏？那么这顾虚老儿可有留你什么对付老夫的法子？您走是走不得了，但我可留您一命。小娃娃，老夫倒是好奇你这小小的金丹有何手段能留下老夫这条命。居然让我单挑一个元婴巅峰，真的能行吗？是我疯了还是前辈疯了？按照前辈的吩咐拼了。用对付三面那招肯定是不行的，血云天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灰飞烟灭，所以要让他比轻视你还要更加的轻视你。轻飘派御剑秘传御剑术，三影剑术，二分影。连老夫的护身气芒都破不开，还要竞分为二？小妮子，顾虚就是这般教你的吗？三影剑术，三分影。金丹全催动，四分影。愚蠢，清霄后继无人就断在老夫手里吧。就是这个。其次，趁他生气之际你就自爆金丹，自爆金丹的威力足以升到元婴大能。自爆金丹。自爆金丹，你不要命了？你突然自爆金丹，必然会让他以为你命不久矣，这时候你就金丹二爆，断金木，破白骸，碎魔符，金丹五爆，六爆，七爆，八九十爆爆爆！可恶，你哪来那么多的金丹啊？新陈代谢加速符。这些混蛋知道抓老子的下场吗？我师尊一定会来灭你们满门。这是要干什么？这可是好东西啊，此子一吸化气，一招筑基，百日结丹，天生开挂。寻常修士欲结金丹不仅需要大量奇药潜心修行，耗时数十年，成功率也仅有三成，可见世上所宜结丹功法并不完善。我研究回复之法，便是研究性命之法，这肉身意志若是金丹损毁，欲重回金丹又要耗费数年之久。金丹若毁也只需数载，已经是奇迹了。不够不够，若是不能马上恢复，又岂是最好的恢复法术？若把人体比作一台结丹的机器，资质高低便是效率高低之分，品级高低之分，搞清楚人体结构的差异，便能洞悉结丹原理，也许便能量产金丹。还是最高品质的金丹，那岂不是？你说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